耶、yeah, 这个月我又是送单量第一啊。哟哥们，大家都是送外卖的，为什么你月月都是单王？有什么秘密快给兄弟分享分享。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，主要是我有他。我身边这辆车就是黑骑士 B3 Plus， 一辆好车不能没有好胎。这款车搭载的轮胎就是能挑战20000公里的朝阳 H-520 热熔胎。朝阳 H-520 热熔胎采用防弹衣材料以及4G 全效热熔配方，抓地力强，防侧滑，任意路况都能轻松拿捏。更有8层级超强配置，胎侧加厚加强，皮实抗造。是一款能挑战20000公里的热熔胎。哇，这轮胎真有这么强？是啊，这款朝阳 H-520 热熔胎是外卖小哥专用胎，而且朝阳轮胎5月20号搞那个挑战20000公里的抖音挑战赛，只要参与就能免费换胎，咱们一起去试试吧。